咁我咧从凤凰城开车去 LA， 开咗一个半钟头。咁啊，狂风暴雨，我就泊咗油站，等到冇雨啦，我就想翻翻转头翻翻屋企，唔去 LA 啦。咁翻凤凰城嘅，咁翻凤凰城咧就揸车，大约揸咗10-20分钟到啦。咁啊，又系一样落狂风暴雨，我完全睇唔到路，咁我好惊，惊到手震脚震噶。我连旁边系咩嘢，直路系点，我完全睇唔到。我就系知道隔篱嗰架车系大错，咁我好惊，我就求主救我。一句说话，主啊救我啊！跟住就出现一道白色嘅光，好神嘅嚟。白色嘅光，个白色嘅光咧系从神嗰度嚟，从神嚟嘅。咁啊，我睇到嗰架车，只白光里边只有我一部车。而我再到后嘅望下，后边啲车完全都唔系我旁边嗰啲。咁到三，大约嗰个光系停咗3-5分钟度啦，个光唔见咗。我咧就已經翻咗嚟 Phoenix City 裏邊嘅飛裏邊，啊，本來行咗個半鐘頭嘅車程路程，我3-5分鐘就已經翻咗嚟 Phoenix City 裏邊。當初我就話我好驚，因為我對神真係唔係咁了解，我就知道話神真係存在，所以我好驚，驚又驚又氣喺度喊，個車泊去一邊喺度喊，自己跟住打電話俾啲牧師啊，俾啲朋友講呢件事，咁啊就會覺得神真的實在太好啦！我喺度做壞事，我想去賭錢，我甚至乎咁樣都嚟救我。而我亦都未受洗，即系会觉得神真系好慈悲。我想好将呢件事话俾大家听，即系我哋啲神真系非常非常慈悲。不管你受洗又好，唔受洗都好，我做紧坏事去赌钱，做紧咁多犯罪嘅嘢，神都唔会认为咁样唔嚟理我哋，咁一样咁样嚟救我哋。所以我从此我就觉得，真系对神真的太好啦！佢神真可以超越时空，真系人做唔到，神做得到，神系真系万能嘅。